Abraham 细佬，维力乃系香港东亚饮品有限公司向中华民国43年嘅产品。佢哋间厂向南正对面海，青山道尾，即系长沙湾青山道门牌505号。果树由周耀年、拉里礼嚟获植，由永利建筑公司起楼，有两层，用晒来老火。跌水有三重过滤消毒，一分钟可以洗成120个空樽。100匹马力的蒸汽锅炉，牙刷刷话，威力乃是全部机器自动制造，不经人手。尹耀文影业广告公司拉佢向厂房拍咗出宣传片，向戏院放嚟宣传。唔理你老哥系班捻七捻币都坐超等后座，亦话斗泥都坐前座，一律取飞尾向戏院大堂，请你饮翻支维力奶。boss 哥大佬神父，维力奶系用黄豆磨浆加水加糖嚟做成嘅，味道啦我哋泰国嗰只维达妙 vita milk， 似到十足十。维力奶每支在香港卖两毫住咸龙炸，不过得过六安士半。屌你老母臭花系，饮得果碟咁啡到喉唔到肺。